变相归结的面具与钢铁侠的战衣同时放在你的面前，你会怎么选？首先，这两件神器都能让你获得近乎无敌的战斗力，所以你是选择魔法的面具呢，还是选择科技的战甲呢？咱们先介绍一下面具。面具的起源可追溯到远古时期，里面封印了古老而强大的魔法，戴上它可以获得强大的能力，让你拥有超人般的力量、速度和耐力，同时还可以改变自身或周围物体的形状，让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特别夸张离谱。然而最厉害的一点是无敌防御，戴上面具可免疫一切物理伤害，堪比金刚不坏之身。老实讲，仅凭无敌防御这一点，就没有多少人会再选择钢铁侠战甲了吧。钢铁侠最新款 MK85 纳米战甲，无论是造型还是各种功能，看着确实超级帅气，绝对比什么绿色大脑袋好看吧。这是纳米战甲变身，帅，真的帅。这是面具变身，除了疯狂还是疯狂，基本上与帅气不怎么沾边，甚至看着还感觉有点变态。那么如果是你，会选择帅气的战甲还是无敌的面具？